斜面呢，我们读到的普贤菩萨了所入的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如来藏，清凉大师以广大深习三个意思来解释。意思还没有尽，大师在下面跟我们解释呢，给我们解释这个本性。言本性者，未及藏识，包含种子，建立去生，故名为广。本觉限量与佛等故，名之为大。心性生故，名之为深。染净苦乐所不能动，故名为习。即上化身在禅明藏，为空不空，空为能藏，藏不空故。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桩事情义理甚深甚广，我们要仔细的来听啊，细心的去思维去体会。如果实在体会不得呢，你就放下啊。为什么呢？体会不得，勉强的去研究啊，全落在意识里面，那就错了，不如老实念佛。啊，念到心地清净，智慧开了，这样的文字你一看就明了。所以佛法古大德常讲参究，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都不违背这一个原则，不能研究啊。研究是什么呢？是你用意识性，用意识性永远不解如来真实意。啊，这个是大乘法了难懂的真正原因的所在。啊，什么人能听得懂呢？不用意识心。啊，也就是说不用啊执着心，不用分别心，不用妄想心，你听能听得懂，你能听得出味道出来。啊，心里头要满满的这个冲遍妄想分别执着，你怎么听也听不懂。啊，怎么想都把意思想偏差了。
这个时候呢，可以听了，不要去想，听不懂没关系，不要去理会。阿赖耶识的落种子，这个是大乘佛法修学的重要法则。清凉在抄里面，抄是书的注解啊，解释本性啊，说本觉限量，本觉就是所证的本性，唯有真限量你才能证得。我们做不到啊，这什么人做的呢？等觉菩萨做的啊，等觉菩萨以真限量啊，能证啊，所证的就是本性啊，这就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常见的无上正等正觉，他已经舍等觉位成究竟圆满的佛果了。这哪里是我们的境界呢？大师引起心论上的话说，所以决意的为心体历练呢啊，这我们在起心论上常念的啊，什么是决？决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决，不要以为啊我们已经决了，你看看起心论这个标准自己就晓得了啊，心体历练啊，那我们历练行不行呢？不行，我们历练呢，历练是无明，不是觉。我历练好，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在那个地方去打坐去入定啊，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你入的是什么定？无想定。无想定的果报在哪里呢？在四禅的无想天啊。你这个修行呢，修成外道了啊，无想天是外道天啊，这个里头啊，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呀！不能不知道啊！无想定里面跟诸位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统统没有，所以出不了三界。定功失掉了，就是他的寿命到了，往下坠落，他不能往上提升了，往下坠落。
为什么？无明覆盖了真性。啊，修行正果不容易啊。历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啊，那这到底怎么修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是六根不接触六尘境界啊。历念历什么念呢？立分别之主啊，我们初学那个妄想不要理它，为什么呢？太深了啊！我们一下想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离掉，那是顿根的根性。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不是那个根性啊，那个顿根是顿超啊，啊，不是迟钝的钝啊，不是立顿的顿啊。所以我们不要去谈那个妄想，我们从哪里下手呢？从分别之处，眼见色而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学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念头没有了，分别执着念头没有了，你的心清净了啊，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障碍破了之后啊，你的心量大了。这个心量为什么不大呢？是因为你有分别吗？分别是思，执着是想。你看中国的文字啊，分别心上面呢就画了很多界限了，那个田字是代表界限的啊，想呢心里头就有个相想是执着，思是分别啊，把那个分别拿掉把那个想象拿掉，剩下来的那是真心啊。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不可思议啊。诸佛菩萨没有思也没有想，所以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心跟虚空法界合二为一了，量跟刹土众生呢也合二为一了，这个境界就是如来平等法身，说明本觉，本就是这个意思。故意登佛二舍大也，
解释大这个字的意思。这个解释比前面那个解释呢更清楚更明白了。前面的大了是讲的智慧无上，齐心论里面用觉意来解释大了，就是真舍智慧呀。其次他用心心生者来解释生息，心心生意思是取即生而息，我们前面跟同学们解释过生灭同时啊，心心生者意思就是生灭同时，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生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简直没有办法了分别啊，才生即灭，既灭又生，我们用人王经上讲的这个比喻啊，刹那生灭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的216000分之1，你怎么能算出来？啊，这个说法还是方便说，真实说不止啊，超过这个10倍都不止啊。那是10倍是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无法想象啊！佛在经上用方便法说，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2.18亿的这个是宇宙之间的真相。从这个地方你要是真正体会到一些密生灭了不可得，所以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生灭既然没有了，哪有来去呢？不来不去啊，
苟不敬，不疑不义，你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你在这个地方恍然大悟，才能亲证如来藏身。那么清凉大师下面呢，这个注解说：上有本境，经有随缘。上是指前面所讲的觉意，就是大的意思。大的意思是从本性上讲的，生息呢是从随缘上讲的。以燃尽苦乐所不能动者，这一句话呢，上面是就随缘说，这个地方说是不便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两个字调转一下意思不一样。我在早年讲经把这一句话了说成了四句，四个不同的境界。那个时候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赵默林老居士常常来听经，听我这个说法他非常欢喜。哎，他说法师，你这个说法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想想是还有道理。不变随缘是如来化身菩萨了，尘愿再来啊。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跟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他不变随缘。不变就是对于这个世缘呢，一丝毫的影响都没有。不受影响啊！这个是化身菩萨尘缘再来的呀。那随缘不变呢？这是菩萨，就像善财童子一样，五食三餐随缘，随缘里头。练什么呢？练功啊，练不变。六根随顺六尘境界，在这个里头锻炼，不受影响。也就是佛在《金刚经》上教导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在哪里修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修。那么第三种，不变呢，不随便，
这是什么人呢？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证得偏真涅槃，算是不变的。他不随缘，他不教化众生。佛说堕无为坑呐，自己是真的，真的不起作用。第四种啊，随缘随着变，那什么呢？我们凡夫，凡夫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一接触就起贪嗔痴慢了，啊，就起是非人我。凡夫是随缘随变，啊，二乘人呢是不变不随缘，菩萨是随缘不变，啊，随缘里的学不变，佛是不变随缘。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懂啊。不变呢是真如啊，随缘是生灭。啊，所以这个大师讲这个就是在禅明藏啊，禅是烦恼啊，烦恼习气禅果了你的如来藏啊，你的如来藏啊在烦恼习气里面藏在里头，啊，那么这是解释藏字，啊，化身在禅呢是凡夫啊，化身出禅呢是菩萨了，这个禅就是烦恼啊，化身在烦恼里面，哎，你叫凡夫。化身要出了烦恼了，啊，离开烦恼习气了，这菩萨。啊，那么他下面讲，为空不空，空是如来藏。不空也是如来藏，啊，如来藏这有三个讲法，空如来藏是讲如来藏的体，是讲自性，啊，不空如来藏是讲它的现象，啊，空不空如来藏，觉悟了。空与不空啊，没有妨碍了。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空如来藏呢，讲的是体；不空如来藏讲的是相；空不空如来藏呢，讲的是性相无碍呀。离世亦如啊，大师注解里面注得很多，有意去研究的要细心的去读，
去体会。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必细说了，细说耽误很长的时间。他这个里头有几句话可以提一提。总说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是无有可空故。这个意思说得深，也说得非常好。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要知道这些东西与如来藏心不相应。为什么呢？如来藏心里头完全没有，所以说空啊。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妄想习气非常的重，这些妄想习气与如来藏性啊毫不相关。所以叫空啊。虽不相关啊，它起作用啊，起什么作用呢？障碍了你能觉空性啊，能觉是智慧啊，障碍你智慧。你没有智慧呀，你见不到自信啊。所以修行头一桩大事情断烦恼啊，烦恼习气不断。我们常讲啊，不但你不能够契入境界啊，你不能入啊，你都解都不能够啊。这悟有两种啊，解悟正悟。正悟呢，你是入境界了啊，正果了，那个深呐，你现在连浅的连解悟啊你都做不到，都没有分啊。由此可知，业障习气之深，业障习气之重，听教闻法，一闻就明白了，就理解，就觉悟了。烦恼习气轻啊，二障里面讲呢，所智障轻啊，他解悟。为什么他不能够证悟呢？烦恼障重啊。在楞严会上我们看到了阿难尊者就示现跟我们看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
讲了还不到三分之一，阿难尊者开悟了。富诺那尊者疑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阿难开悟了他没开悟。阿难是出国须陀洹啊，富诺那是四国阿罗汉啊。为什么出国听佛说法悟了，四国不悟？我当时也有这个疑惑啊，提出来向老师请教啊。老师一句话了，把我们这个疑惑点破了。阿难尊者广学多闻呐，他俗智障轻，烦恼障重，所以他闻法很容易开悟，但是断烦恼很困难啊，烦恼障重啊，不容易断烦恼啊。富诺那尊者的根性跟他恰恰相反，富诺那尊者是烦恼长轻啊，所以容易契入境界啊，所知长重，所以听教啊他不开悟。我们才知道这个原因呢。最好啊，这二障都清呐。二障都重啊，那就难了。不但你不能证果啊，你听也听不懂。二障重啊，那么像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非常值得我们自己反省。为什么呢？认识自己的根性。古人常讲，人贵自知之明，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自己知道自己根性，你就知道应当选择哪个法门。在世法里面讲呢，你像读书读学校，你就知道自己应当选择哪一个科系。将来毕业在社会上呢，应当选择哪一种行业。你会有成就啊，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是知道自己的根性，所以他在一生当中他不走冤枉路，他有一定的方向，有一定的目标，不管他的速度是快是慢，他总是往前进，他不走迂回路，他不会退转，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那一无所成的人是什么呢？没有自知之明啊，不晓得自己的根器啊。他无论在世法在佛法修学都很辛苦，为什么呢？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啊，常常走迂回的路，常常退转啊，几次退转呢
人老了，一事无成啊。知道自己根性，你才晓得这个关系有多大。这个经上常讲真心，常讲本性，清凉大师在此地也举例给我们说，譬如布施的真心本有啊，欢喜布施供养，对一切众生呐，这是自信本具的。那么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兼贪。自己没有的，很希望得到，得到之后呢，赶紧收藏起来，不愿意供养别人。本有的持戒的德，也就是持戒守规矩，这是信德了。从什么地方能看见呢？从小孩，两三岁的小孩，你教给他的规矩，他真的遵守，他真的很听话。大了不听话了，大什么？他学坏了。看到别人都不听嘛，别人都不熟嘛，他变坏了。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听话的，很守规矩的，你就晓得本性呢，本性呢，本来具足六波罗蜜，本来具足十波罗蜜。现在随顺习气烦恼，把自性本具的布施波罗蜜变成了兼贪吝啬，把持戒波罗蜜守规矩守法变成造业。把忍辱波罗蜜都是自信里头有的，变成嫉妒嗔恚，把精进波罗蜜自信本具的淡然呐，变成了懒惰懈怠。把禅定波罗蜜变成散乱，把般若波罗蜜变成了愚痴，错了，大错特错了。那么由此可知，佛教给我们这个六度度什么？不是度自己的兼贪，兼贪断掉了，本性里面
布施波罗蜜圆满的心情。持戒度恶业，忍辱度愚痴啊！不是度这个嗔恚呀！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愚痴啊！这个六条是我们的大病啊！都是信德随染缘，随不善的缘，随恶缘变质了变成了造业受报果报是什么呢？三途六道，三途六道自信里头没有啊，所以这些东西叫自作自受这些东西呢，佛称之为可怜明者。如果真有这个，那不能说可怜了，无中生有啊，有还无啊，但是苦似乎是真受了，就像做噩梦一样梦醒了吓得一身冷汗那叫可怜明者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醒悟过来才晓得设法界一真庄严，真的梦幻泡影真正醒悟过来的人放下了，知道是梦幻泡影，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随缘而不攀缘，随缘里面学不变了这一觉悟就是菩萨了。如果我们还是随缘随着变，自己一定要知道依旧是凡夫依旧没觉悟这些事这些理，经论上古大德的著述上说的很多很多真的是古大德常说世间好语佛说尽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段落清凉大师注解的段落，若以光明遍照，解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即是能观大智如来藏身，即所观身理凡虽理有佛智方照，有毗卢遮那了，
一通本有。这个下面还有，本有真实实质啊，遍照法界义故啊，世界本觉迷而不知，不得其用啊。为佛觉此，能无不为，故云一切诸佛皆非凡夫，亦非应也。这个是清凉大师注解的第二段啊，解释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光明遍照。用光明遍照啊，解释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就是能观的大智，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如来藏身呢？那就是所观的身理，啊，我们要晓得，能观之智啊，跟所观之理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很难懂，啊，我们得用比喻。诸位从比喻上细心去体会啊，譬如一盏灯，这个灯呢放光能照，这是毗卢遮那啊，灯照什么呢？光，灯光还照明呢，这个灯，这个灯呢，就是如来藏身啊，它不是照别的，还照自身呢。啊，如果在个黑房子里头，这个灯没有点燃，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找不到啊，这一放光啊，哎，把自己照见了啊。从这个比喻，诸位细心去体会啊，一定要自信般若光明透出来了，你才见到自己的化身离体你才照见自己的如来藏身啊！大师后面说：“凡随理有啊，佛之方照。”这话讲的没错啊。凡夫在理上讲有，有如来藏身。也有光明遍照，换一句话说，凡夫跟佛啊都是灯，我们比喻都是灯，佛这个灯呢是点燃了的，凡夫这个灯呢没有点燃啊。你们从这里去比喻，如果凡夫这个灯点燃呢，跟佛就没有两样了啊，它是个点燃的灯，
我们是个熄灭的不放光的灯。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